贼的军团。有没有一个八六可以拿？能拿。我们贼一样，火力八六，再收过这里。变成火力八六。收过，橘子。哎，接人啊！有油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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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一走。401，哎，左边还有个蹦蹦可以拿。炮头，不是那个木。哎，这次红方有一个。啊？这次红方有一个。这次红方有一个。对，有一个人。这行能杀。哪个？正正红方，正正红方。下一个就行。能杀，来来过来过来。走，有人宰了。我在绕他，他刚在右边这栋，我估计他现在左边这栋。左边这厕所，厕所里。有。好了。去房里救，他估计要蹲我们，把车包了。去房里救。把车挪一下，后面还有人蹦蹦。包封烟了，你们要舔到舔。小心外围啊！往魏雪龙那边。我把两木木这趟线清干净，那我们从这边撤场。没车怎么玩？现在有三辆车了。啊，我都有带吉普，可以拿，回来拿，回来拿。还有这八六吉普。可以啊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撞上了。来，吉普上车。OK， 是吧？我一桶油了，打过，扛死了两个京东，我还一桶油，你们车没油跟我说。OK， 我就走上边，上面还有个老干爹，还有 CM 套着水深，拿着车回去的，直接走到上边。我们走假路山，然后反斜方，看啥地方。你们跟，我等你们一下吧，我发觉到他们尖圈，我都没加速走的。我这一级头一枪爆，我还得找个头。那个后花园还有的蹦蹦。我去后方找个头，你们先往前探，假如山看反斜方。OK。去后方。音比声大一点。哦，有头，起头。二军要出了。有铁。你就一步一步走，我们就走上边，得快一点，能看他们赶上 CM 他们。最好是控着这个黄线的黄线这个点，再往里看懂吗？我们把黄线踩死，然后帮往里看就行。已经慢了，应该拿不到。我们前面有一队，加火铁，他要往前看的，我们就踩黄线。他还在往里进，在我右手。SGK One 上半部都，中部队友都在打了。我去看一下苏云有没有。多少人控到这个案件？皇家包死一个，体坛死一个 ，RSG 死一个。苏云没人到。多少人这么控？你们跟居民，不用跟我。你们去看黄线，黄线门踹死。我们做下个圈应该是能扎的。只要控住黄线，带动好打。那圈内挂一个就够了。我在这拦着。DCH A 又死一个，那可能他碰到上面的 A 区了。咱们引进你那边没人吗？我这里没人，前面大石头的好像有辆车。有辆车我看到了。我看看有没有人，我只看到车了。有辆金色玛莎，
一个人看进去就行。你把屁，你把屁股没断好。我去顶屁股，我去顶屁股。你们谁去顶下屁股？你把这个拿来，别全往里进。我去拿了，我去拿了。我看怎么看看看看这个到底有没有人？哎，太被修了，应该没有。先去绕一下。我去，你们在后面看着啊。这个地方能扎的。嗯。有人的话就往里走，这个地方也挺好的，都。想想路线。哎，三层进人了，进了吗？进了。我在山上，三层，这是给他的。我来，我从那边过来找你。他有车在这。他那个三层是进人了，他洋车拉走了，洋车拉走了。弟，你要小心哦。洋车拉走了。这没死，倒了。哪个倒了？身上吗？不是。哪一个？那个车、哦、死了。牛逼！全。身上蹦蹦呢？还在吗？应该还在吧。金的吗？不是红的我这边拉进去掉，我去看一下 DC 两个人。有个蓝，有个绿的，拦死他，我把车弹修了，我过来帮。他身上就一个，我看他拉走两辆车了。我看一下，你们看他身上有没有？身上里面还有两辆车。三仓，我打了一个绿的车，呀，太打掉了。有一个红的，一个绿的，这还有一个，这边打过架的。哎，我去看岸边了。我们踩死就行了，这我知道，我看里面有没有人。对，这把可以推。红蹦蹦还在。不用想了，往里进，都是人。这把可以往里推。对。另外位置挂个人就行，把全挂拦死。我一个人挂这里。啊，有个车往这边开了。又打一个，可以打吧？在哪？最后面，最后面那个车。啊，你们可以打。OK， 我过来了。啊，进你就一个是吧？最后面那个车。来，他左边队友过来了。报一下人的位置 OK 吗？左面最后面那个车。我在三层楼。那我下来了。在仓里有一个，你们给他赶出来。这边还有两个车吗？不要给我。这个，懂了。哎，大哥 ，OK， 冲一边一个，往里扔。他爬到这里，他把我打的。不是，就到你了，左后面。要补。啊，燃烧瓶。别急，我能穿。我能穿。死了，你妈！不是，这是苏铁。哎，三兄有人，对，三兄上面。OK， 你就你啊！你们撤出来！那个坡停人了，红顶坡停人了，红顶坡停人了。在仓里吗？对，我在仓里，红顶坡停人了。队友拉人了，谁你？有帮包起来了。你们知道拉人了吗？不是，我们后面拉人了。我怕老哥你这个人急的会不会跟台面掰？补的。帮下台面。我在这里，就下一个。那不能急。一人看一边。你看能撤出去吧？撤不了，撑不了。外面拉人了。被包了。这不又来一堆？小心点。你妈，帮军将。nice， 就这两个，老干爹那边应该会帮你顶一下，我这还能救，你丢个烟车雷在门口，他还在里边，没事。老干爹帮你来，我们再给撤了，我打着了呀，那个烧应该他应该能给他烧死，没烧到他，别说。要不这两个，老干爹剩一个。第一，又和第二，兄弟们。第一死了吗？是二打二，二打二打二。我死了。我顶个包。二打二死了。再看看他车在哪。就这个盖的。哎，油盒吧，能搁个第二的，还有排名分的，能玩一下的。外面好多车。他左边的窗门口有一个。你找车，你能出来，我们能帮他。在左边，我给我来。左边外面，他们也开车走了，好像。小心撞你这边。开不了我。看到没？开车了。我回去开我车。把卡死之后，你们去岸边。提前从这下个被看到了，应该会一直抽你。
我感觉你们得提前下，不然被堵死了。对对对，你得提前下。不用下，不用下，先把这边分收了。OK。别吵了，这下随时动一下。不是，没地方给你们下了，你们下去还游一段时间。船呢？他是在打架，他是被 Sam 顶回去了。没点啊 ，Sam 没点 ，Sam 都走了。他还排什么的呀？他排你们呗。我下河了。赶紧下，你也下，不然的话等会要被堵死了。OK 啊。有点，我知道哪边的。啊，还行。哎，那两个人都在那，两个人都在那，我看那两个。在哪？先往那里。还在哪？我感觉得上，哦，好像只能上那边了。左边上不去好像。对，左边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凹坑，你看到没？上上看呗。嗯，你说这个地方红点能上吗？你先踩岸，你踩岸试着能不能上，我就看左边。你也看得见我？右边那好像上不去。我右边这个吗？我左边有人，不用想了。是打你吗？不是，抽的水鬼。哎，对面那个人好像在看右上角。太看到你了，对，就在中间了，在中间他两边得互尬的，拔不了你水鬼。还能喝个饮料呢，你也都能踩上来，我还能打老干爹。我看我这能上吗？老干爹不见了，你先下河呗。去我这里，下河瞅一瞅他。嗯，我感觉他们在遥远的，给我来个跳跃键也好啊。太离谱了，你知道？那真的牛逼吧？哎，走上打架了。右边那能上吗？我看试过吗？我上了 OK 我来了，能上吗？能上。看我们劝一下二十七跟 VS。 退车，那直接走上来。我知道，我回头看一眼老干爹的。你那往还能往前顶吗？没有，老干爹死一个，应该都老干爹他们脚完了，在我前边，一起扫他，我扫不了。哪个倒了？右边。你帮我扫车，帮我扫车。扫不了，我能接下车。断了呗。打两枪，我能丢火，别急，你别急，我能丢火，收到了，倒了，我得往后退一个，右边岩石边有一个，我知道，我给后面封烟，应该只能消耗一下，你先把这些人给补了吧，刚刚跑后面去了。没有血了，别急。他后面好像又来人了。对，我救你，听中了。听中，我都听不到枪声，人都看不到。我也看不到。后面那烟是你起的是吧？我起的。OK OK。哎，你们一看看我能往后跑，看有什么地方待呗。被捕了。你们见那个捕了吗？跑去了。往后跑一下，后面还有地方。还有 K1，正想上来。李安，听我说，你看着他，我去压他。你先把这人搞了，在这个位置。哎，你们看，右边有地方能待呗。等一下，先把这个人他死一个。我打加强。我丢妖火了。丢远了。说实话，底下这个好像不是很想帮我们。我们后面还有个坑，还得退一个，我退了，退了吗？我退了，还得退个坑。你这算了，你自己留着。出手，有点难受。这几个烟，玩自己玩，下河。你掉进去吗？你跳，你用跳的。我再跳，他跳不出来，你也别过去。
能守你就守，守不住你就下去了。我能说，我能说，别说。那个人上来了，你看他们爬左边。我觉得我们得再往后退。对，出来了出来了，看他们能不能掉进去一个。居民等会给他洗个烟，恨死他们。俊南说：“你这位置给我，你卡另外边。”哎，你先别往后退了，再退的话，等会要被屁股没打了。没多少人啊，兄弟，14个人 ，K 望一个，居民看能不能看 K 望那个人呗。我不想打 K 望那个。我刚看到有人走上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从下面，从我们刚才来那个上来的地方走上来了。哎，我在下面应该还是老干爹的。不是。哎，居民，我这后面全空哎。你别，推不了了，再推推不了了。还有，是不是还有人吗？啊，还有没有？完了，你得爬。我爬过来。这不行，好难救啊！能，他这边还有一颗，这边还有一个能倒的地方。你起的吗？不是我起的。我掉下去了吗？对，起。好的，起了。啊，那个刚才那个比那么多枪声。哼哼。哎，左右脚步。他上不去这个。他踩暗了。踩不着。这位置我刚刚试过。哎，下去了，玉米。我不要，弄死他。他打药了。他还敢出枪？倒了，飘柔了。应该倒了吧？嗯，这个沟有点大。看能再爬一个。啊、死了死了。没补掉吗？没补掉。你脚下有个脚步。哎，你还能下去看一眼？对啊，我就看到他了。魏能打你的地方就那了。他水鬼王，好好好人。他捡我了吗？被捕了，还没。然后体坛呢？看一下你是不是那个天选之子啊？跳跳进屋了吧？还没，阿美是不是卡 bug 了？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谁呢？谁还有一个 ？CM 还有一个，你还有体坛，还有 RSG 加上你。你没卡，多少米？还能给你丢雷吗？丢不了。那个那有人居民早死了，这个走外头他就打了，发现他左边已经有个六在了。好，你是啥？你是泰密侠吗？卡了泰密，他还搁那游呢。还有，哎，居民没全了，你加脚上看能不能给抽死啊？看一下我把那个水能直接看到人呢。别掉下去了，掉下去，那个啥都没了，掉下去，鹦鹉都没了，掉下去，想上去。什么球？掉下去！根本留不住。那我就不去了，他给我探了一波点，我还去个灯。他说刷水里，我靠，直接踢，给我死！我救了，下午了是吧？生死有命。还有两个毒狼，怎么说？哎，君明，我觉得你准备站起来，因为待会会有那个天降神兵。你看我能不能打到你？站起来看一下，你这蹲着打不到他了。能打到。你好啊。直接开进直架。你得开圈啊，得打药了，老铁。还有烟吗，君明？哎，你看一下毒，圈上来了。牛逼！好慢，好慢，好慢！还有没有天选之子？天选之子，我就是那天选之子 ，It's me。OK， 我爆闪了，兄弟！啊，就死完。啊，死完了。剩个毒狼。剩个毒狼，毒死了。毒死了，毒死了！开枪！就你锅。哎，准备先喝可乐。嘿嘿，掉把那个人放倒，然后那个人直接掉下去就爽了。
只有一个人非常的开心，嗯，就是居民。不管怎么说啊，对于 NV 腾讯视频来说，对于居民来说，拿到了那两个水里的鱼啊，还是非常舒服的。嗯，而 4OM 好像也非常享受这局比赛啊。你确实啊，这种极限诙谐幽默的宣行，然后也是在水里面跟别人斗地主，同时在岸上是别人放了一个地，不过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是找找节奏吧，毕竟现在下周的季后赛。是的，季后赛对他们来说真的太关键了，因为他们打了。确实通过队内语音看得出来，各支战队啊在最后时刻都是非常开心的啊，他几乎就可以拿到属于他自己的啊，属于一家是不是持久稳针一击制胜。晚风通过八个淘汰拿到了他这个赛季的第一个 MVP， 说明这一把